个。何明堂老师，我非常喜欢你，向你致敬。是凭直觉，你秀我在梦里的舒服，却又让风雨。小手纹，小伞，快乐，小水味，小爱不是求得。红色高跟鞋，红色高跟鞋。这一题不惩罚了，好吧？我们还是听歌词儿。好。为什么改再一次，就为让你下嘴，你知道吗？来，请出歌。我跟沙溢老师两个人，每一轮都只是这样看着龙龙。夫人想说万，我知道了这个。却又像风捉摸不住，不住。请亮题板。像手腕上散发的香水味。哎，跟我们一样。像诗人上散发的香水味。先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。是手腕，他写的手腕，我改的是。找到了蓝队的弱项，蓝队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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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蓝队也会输啊？这我们付出多大代价呀？夸夸夸往里跳啊！你们队也有今天。现在就我错了，没有下去。下吧，下吧，下吧。你不能一个人干着呀！来来来来来，加油加油！可以吗？真的不行，我来。没事，我可以，没事，我可以。这样，我在水里等着你。哇塞，小心我别撞着你，你去那儿。没事，我在水里等着你。你是一条鱼啦！3号、11号，吹风机，吹风机，完全拍不到脸。轰炸秧子真的我们说的是真的，无敌了。姐，其实我现在想采访一下你，为什么要对着这个缸？然后你知道吗？你吹风机的镜头根本拍不到你的头，真的，一直在拍衣服。我觉得你们四位这种气场很吻合，对，大家很合得来。还有个朗朗哥，这没来。对，我很温暖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尹涛姐有没有看过我们这个节目？之前我就看过一点片段，你俩学那个，学你红色的混血。叶子是我最直接。所以说你只看过我们节目58秒。你扛得住饿吗？平时？我还行吧，因为我们拍戏现场经常就不按时间吃饭，我觉得这个饿是还是能扛住的。我们基本就是不给吃饭，我们要玩游戏才能赢了才有吃。真的，妈，这都是怎么回事儿？敏涛姐，我们俩是在一个节目，就你的红色高跟鞋那个我也在录。啊，你也在录，我知道，因为我喜欢你的歌，我就很关注你。有点开心，你们聊吧，我已经够了。满意了哈。
我非常喜欢，我跟小申说了好几遍了，我就是不能不说。王菲。你是你在眼帘里，想你是你在眼前。我们全都是赋予大师，所以你也会听有什么？张雨绮。夏天，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。林忆莲。你什么来着？还有什么人？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。有什么？新裤子。你要跳舞吗？问一题啊，这道题你们要决定从谁开始。周深，请说出刘敏涛姐参演过的作品名字。《琅琊榜》。武装者。福贵。带着爸爸出溜去，时间到了，这次真是时间到了。开始是吧？开始。别这么多，好了，四个。那你加。好喜欢你哦。你没有觉得你一下子就跟我们就融进来了吗？嗯，因为我喜欢你们。已经把沉默变成了忏悔，无路可退，只能无言以对。分手伤了谁？谁把它变？我的眼泪写成了诗，已无所谓。愿你再回味。OK 吗，周深？我可以，但是我隐形已经冲掉了，我看不清大家。啊？冲哪儿去了？我不知道。啊？冲池子里去了？等一下，眼镜啊，眼镜掉了。不是，是冲池子里。等我一下，隐形眼镜是这么找的吗？在眼睛里，他转在了眼睛里。回来了。我真的不知道，就是找隐形眼镜是这样吗？